此庙初修于民国47年，同寺廖天丁与关公，地名为汉明寺，又称廖天丁庙。现在庙宇有三层，一楼为廖天丁，二楼为关圣帝君，三楼为玉皇大帝。在庙的旁边又有一座花园，可以供民众休息与散步。哇哦！在来之前就听到廖天丁有庙可以拜拜，等到实际到现场看到，才知道此庙规模不小。尤其是一进门就有热心的阿姨帮忙做介绍，重点是阿姨还拿出神秘的黑白照跟我们介绍，让我们更贴近廖天丁。为何侠盗廖天丁会如此活跃呢？根据汉明庙史记里面有记录，日本警察为了展现日本帝国完全皇民化，不能把他一枪给毙命，要活捉他。但每次日本警察每每把他围起来要捉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展现他武功高强的一面，也是百变的一面，跟魔术师一样就凭空消失了。所以才会有许多关于他的传奇及有趣的事迹。好啦，就后面有一个神秘的插曲，阿姨还特地跑过来跟我们说，庙的后方墓园所长出来的草可以治百病哦，但是不可以随便乱割，自己带回去，要先请示才能透过庙方带回去。